啊，可以啊，这边插上电啊，那边插了，然后这边三角它插上，就开关。我们收到的时候啊，收到的时候它可能不是你是升起来的，升起来是这样子，啊，绑珠子下去，然后这个压下来就是要放在这个盘子的中间方位，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压下去，然后针呢挂到珠子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就插到这个位置放珠子，这边是刮板，它会你放的珠子下去多了，它会给你刮平整。刮了之后就把这两个开关一直打开，这样就正常操作，后面就是接线。